这个老年活力中心在广西南宁，那有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很多风铃倒映在水中。所以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要做一个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去对话的建筑。我是在南方长大，记忆深刻的是那边温暖潮湿，雨季的时间特别长，下雨的时候经常和伙伴们在屋檐下玩耍，或者看着从屋檐落下的雨滴发呆。这些是非常有地域特征的感受，我们也想把这些感受融合到这个建筑中。建筑是用连续屋檐绘制的山水画卷，老人们可以在屋檐下感受南方的山和水，同时建筑也变成了山水的一部分。